今天来到一条小河，看这里啊，环境还可以，应该是藏鲫鱼的地方，只不过这里水深比较浅，也不知道这边鱼情好不好，咱先打上一点窝，等个半个小时左右咱过来试试鱼情。这次呢，我们依然采用这个朝天钩，然后配合七星漂来做钓。钓饵的话，我们这次还是选择用蚯蚓吧，因为天气冷了，活饵要比素饵好一些，蚯蚓我感觉还是比较稳妥。然后拿上一根蚯蚓，稍微小一些，我们挂蚯蚓依然选择是挂整根啊，试试鱼口。哟，还今天还不错，下去就来上鱼。咦，这条鱼还是可以的，非常漂亮，非常漂亮。我给钓友拿过来看一看，看看这颜色，哇，金黄发黑的，哎，一条小鲫鱼，绝对是正经的鲫鱼啊。这条河里没想到还会有这么大的鲫鱼，咱先给它打点水啊。我是真没想到。然后咱再钓一竿试一试。我也不知道，我来试试的。别找那同学不能崴了。崴不了，崴不了，那没事啊。今天鱼口还是有点慢啊，不是很好钓。啊，不会真给大娘说中了吧？就钓一条鱼啊？咦，要来要来，看好了，要来，上鱼！哎嘿，一条小鲫鱼，嘿嘿，哎呀，给大娘说中了，说这里没有鱼。我开始是不相信的，钓了有半个多小时，一口钓了两条鱼，给钓友看一下啊。除了第一条个头还可以，嗯，之后就等了半个多小时，钓了两条，咱现在也不钓了，给放生了。如果钓友你也喜欢钓鱼，记得给点点个双击，感谢各位钓友支持，又翻车了啊。